到首尔啦！我现在弄成这样，感觉好像是去抢银行的。我在泰国买不到蓝色口罩，所以只有这个白色，先暂时就这么用着吧。现在这个口罩这个东西真的是全球都脱销。然后我刚才从地铁站差点就没有出来，不太会用那个地铁卡，所以我现在要去买一张那种可以充值的，我就可以重复用，这样子就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点。买到了，好丑啊，就一张白色，一点都不可爱。没有找到那种有卡通图案的，但是有了这张卡我感到放心多了。现在就去找个咖啡店吃点东西，现在去这一家吃东西，他应该开门了，我看到里面有人了。我点了下面的这个没有汤的，他们有卖这种杯子，这上面还有他的 logo， 超可爱。想要这个，这个说明书超可爱，看全套，哇，超棒！我好饿，我要开始吃啦。来阅读一下方法。是我现在吃完出来，我觉得那家店还蛮好吃的。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就是一般的吐司，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的酱真的超级好吃，所以十分的推荐。我现在准备去坐地铁去远一点的地方去逛逛。我刚才坐地铁的时候又出事了，本来我在便利店买那个地铁卡的时候，我让他给我充10000块钱，结果一分钱都没有充上，所以我就进不去。然后搞了半天，我才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钱，我就重新充了以后才进去了。啊，真是要哭了！我觉得我跟这个地铁杠上了。啊，看到了我爱的奶茶店，那就去喝一杯吧。看，好多草莓的呀。我觉得我应该是到了。
虾面超级好吃，但是人好多，我还在排队，我还是算了吧，我是很饿的。Hello， 大家，现在是中午12点多，我早上一直宅在这个屋里面看电视剧，但是实在是太饿了，所以现在出来找点吃的，顺便去逛逛街。这个绵羊咖啡有点难找哎，它原来是在这个角落落，找到啦。有咩咩，是真的咩咩。Hello， 你看起来有点凶，你那一只有一只胖胖的，可爱，超可爱。点了一个面包，但是比我想象中的大耶，你看，超大一个。我以为它是一个小小的。是专门卖首饰的那家店吗？Just a little while longer.
量出来了，我觉得其实一般般呐，没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所以我就是随便买买就出来了。现在好饿，准备回去放个东西，然后去找东西吃。还不错，味道还可以，就跟我自己做的差不多，而且还挺便宜的，只要9000块钱，也就是10刀的样子，所以导致我现在有一个5万块钱的大钞还没花出去，所以我决定再去逛一逛街，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一买。我刚刚又去我今天下午去过的店里面晃了一圈，买了一件外套，终于花掉了的5万块钱大钞。我现在都有点饿了，去买一个面包吃。我来拆一下，这个是抹茶红豆味的，就这样子面，咬一口。长这样的面，嗯，我觉得馅挺好吃，但是这个面包不好吃。这面包的面做起来感觉，干干的。我觉得啊，我这次首尔的旅行其实蛮亏的，因为我是一个人来嘛，就很多那种韩餐我都不能吃，因为分量太大了。唉，好伤心啊！下一次一定要找一个朋友一起来。而且这次因为是特殊时期嘛，然后外加我在这里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其实没有去哪里，就是在弘大这边逛了逛，然后昨天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逛了一圈，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忘了打卡咖啡店了，我就说我这几天怎么空空的，喝了咖啡但是没怎么去咖啡店，好像有点可惜。哎，反正就是这次就买了不少衣服，但是咖啡店跟韩餐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去，还会回来的。那今天这个 vlog 就在这里结束啦，我明天早上就回加拿大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出去旅行久了以后就只想回家躺着。Anyway， 我明天就要回去啦，那大家先这样咯，拜拜。Hello， 大家，在这个 vlog 的结尾，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次在韩国到底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这次去首尔时间比较短，只有1天多，差不多2天的样子，所以其实我没有逛很多地方，就大概是在弘大那边转了好几圈。突然间闪现的是我的狗，就在弘大那里转了几圈吧，买了一些衣服跟一些小东西，所以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先从小的东西开始好了，就首先是可爱的小文具，这个主要是这个叫什么明信片，是用来抽奖送给大家，但是我还没有抽，哎，拖了好久了。然后还买了2卷胶带，是为了拿来装扮明信片，超级可爱。像这两个东西就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熊仔插这个棉花糖来烤的这个图案，所以我买了那个手机壳，还有这个是贴纸，这个可以贴在电脑上面，特别特别的可爱。
另外我还买了一些首饰，我觉得韩国就是首尔他们那里首饰真的很多，我后来逛到后面我都已经麻木了，转来转去全是卖首饰的店，但是他们这些首饰其实卖的还不是很便宜，我觉得它要比淘宝上面要贵一点点，不过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这个戒指，长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两层的这种感觉的，我后来还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不过没有买。总之我就觉得这个戒指还蛮好看的。再来就是一个耳环，最后一个小耳环，我就很喜欢这种不太规则，就两边不太一样的，尤其像这个特别的有个性，好看。然后我还在一家很可爱的咖啡店买了一些周边产品，它就是这个图案的这个咖啡店，就是他们家的名字。我买的这个是那个杯子，像这个样子，超级可爱。其实之前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应该也知道我买了这个，因为就看上它的墨绿色，还有上面这个小图案都很可爱。你挡住了，看一下，里面就是这样子，特别简单，封口它是有这种胶在这里的，所以会可以密封。接下来就是我买的一些衣服，我不就在宏大那逛了几天吗，然后我发现他们那边的那些衣服的风格都还蛮相似的，就是有一点性冷淡风的那种感觉。我这次去买的话，我就是挑了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然后比较宽松的衣服，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小皮衣，不出意外的话它这个皮应该是假的吧，它就是一个有点像衬衫形式的，这两边还有两个口袋，然后这个腰带这样一绑，我现在坐着就显得特别胖，虽然可能就是因为我本来也最近有点发福，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另外呢，我还买了两件衬衫，都是比较宽松的款式，这一件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买它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子还蛮特别的，它有点像这种娃娃领，但是它只是前面，后面的话还是这种衬衫的领子，觉得长得特别的可爱，而且这个蓝色还蛮温柔的。第二件衬衫呢是一个绿色的衬衫，这件衣服还挺贵的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没仔细看，但是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而且它这个领子很特别，它不是那种衬衫领，它是竖起来的一个领子，穿起来应该是比较性冷淡然后比较宽松的那种风格。接下来是两条裤子，这一次我买裤子的话基本上就是很想买到那个韩国最近很流行的那种比较阔腿的那种裤子，就穿起来搭那个运动鞋特别好看的那种，因为我一般都是穿那种紧一些的牛仔裤，所以这次想买一些别的风格的裤子，就都买了这种特别宽松的这种裤。哎呦，另外一条也是一样的阔腿裤，只是另外一个颜色，这个是个绿色的。它很好的是它这个腰带是这种松紧的设计，像我这种发胖的情况下就可以很轻松的穿进去。 OK， 大家这次在韩国买的东西就是这么多。哎呦，怎么掉这次在韩国买的东西就是这些，其实根本就没有买很多。那我们这一次的视频就在这里结束啦，大家拜拜，下次见。